Hello，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洛城焦点频道，我是芳芳。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换房的打算呢？如果想换房屋，但是呢又舍不得目前的这个低地税，要怎么办呢？加州的十九号法案呢会让您呃会让这些符合要求的屋主啊每年省下不少的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请到资深的地产经济 Vicky 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Vicky 你好，哎你好，嗯呃非常开心再次来到直播间。 啊、呃，现在我们就介绍一下什么是加州十九号法案。对，嗯，今天我们主要来谈这个法案哈，来看一下。呃，嗯、先给我们来大概的来说一下什么叫这个十九号法案。呃、嗯，这个法案呢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符合要求的屋主出售自住房，啊，在加州呢购买，呃，就是购买替换的住宅呢，他可以用此优惠的政策呢沿用旧的抵税。嗯、啊，我现在来举例说明啊。 有一些屋主呢是在二十多年前买的房子，那地税呢是按照当时买房的成交价去算的一个基点，那地税呢每年是往上面呢不超过百分之二的增长，到目前为止呢他们的地税还是很低的，呃，现在要是购买房子的地税要便宜很多啊，所以很多的屋主呢可以用此法案呢把旧的地税呢转移到下一个房子上面。 嗯，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的规定，在后面呢我会做一些讲解。 嗯，那么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了，感觉啊，非常的适合这种需要来改善目前的这个住房条件呀，嗯、或者是说有什么需要搬家要重新来购置物业这样的朋友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哈。<laughs> 那么这个加州十九号法案它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您觉得从这个法案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又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具体可以使用多少次呢？嗯，这样这个法案呢是适合三种人群。 那夫妻只要有一方呢超过五十五岁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法案。另外呢，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呃野火的受害者。加州的居民呢一生是可以使用三次的啊。随着时间的增长呢，对房屋的要求会有所不同。以前呢，以前的法案呢只有一次的机会，会换房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非常谨慎的。 十九号法案呢，是这次给了三次的机会，让换房变得更加的灵活和方便了。嗯，那么十九号法案它对这个替换的自住房购买这个价钱会有限制吗？需要是先卖后买，还是说需要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要多久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置换呢？嗯，十九号法案呢，它的前身的一部分是从六十和九十法案而来的。嗯，那两个法案呢对。 换房的地区和价钱呢都有很多的限制。那通过投票呢通过的十九号法案呢有很大幅度的改变。第一呢是没有地区的限制，只要是在加州任何的县，这个法案呢都可以使用。第二个是替换的自住房屋的价钱，您往上或往下都是可以的，让换房有更多的选择。您是先先卖或后买，还是先买后卖都没有问题的。那请记住啊。 买房子的时候呢，需要在两年内完成，两笔交易都结束后呢，需要自己去申请。呃这个呢是加州的申请表格，嗯、呃，要自己下载。嗯，我看到有一张图片哈、啊，啊、给,给大家显示出来，是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个申请的表格。<对>嗯，填好后呢，嗯、就可以寄过去了。 或者是呢，到那个县政府的那个估价部门啊，去送过去。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呃，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联系我或加我的微信。嗯。 可 k 呢，可以在这儿跟大家来提供一个手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操作的一个教程哈。嗯、呃，那么我们都知道，一般呢，在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计算上呢，它这个算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嗯，你比如说像这个地税的这个转移，它的计算方法，您可以来简单的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吗？嗯，好的。呃，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你每次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你的呃旧的房子啊，替换的房子呢。 和那个旧房子，它其实有一些方法是算的不是太容易的。那必须的话呢，是一些的专业人士会给你一些指导，你可能才会更加的明白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说如果你是三十万啊，是买的这个房子啊，就在二十多年前，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地税呢是非常的低的啊。那今年的地税呢，就是说可能差不多就变成了就是呃五千多块钱啊。 那个时候因为地税低嘛，所以你的卖价呢是现在的卖价呢是一百万，那买的那个屋主的这个房子的价钱呢，它呢就是有一个差额中间啊，就说我们卖的话是一百万，嗯、然后呢，但是我们买的时候呢，那个价钱呢它就是有一些不同，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要把这些嗯。呃 不同的地方要加回去，嗯，啊，有差的这样对，有差了的地方要加回去的，嗯<对>，啊，十九的呃十九号法案的那个这个、些它的这些优优惠政策呢，是对这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来讲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嗯 所以说，要按照刚才那套房子来说，买的时候，比如说是一百万，那么他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差额，算下来的话，可能就会多个几万，嗯、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嗯，对，是这样的。嗯，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百亿啊，或者是。 呃，相差不多的这个临近的这个数字，但是呢，还需要再具体来算一下，是吧？对，其实在这边的话，因为节目的时间很有限嘛，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大家说的非常详细。嗯、但是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您、嗯、可以呢，就是呃跟我联系，这样的话呢，嗯、我会跟你说一下更详细的一些计算方式。 对，因为有可能呢，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它的这个计算出来是非常的细碎的，它可能每一个房子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嗯,嗯，对。呃，那如果要说您正好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面临这样的情况的话呢，<laughs> 可以来及时的加上 VK 的联系方式，呃，他会来帮您去指导您要怎样去计算，应该是还会省下一个不少的开销，对吧？嗯，对的。会差挺多。对，是的，因为我有客人呢，就用十九号法案呢，他们呢、嗯、就是。 置换了新的房产啊，嗯、他们呢就是可以住着舒适的房子，又可以交地旧的呃旧的地税。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很多的人来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改善、呃、改善的选择。对对对，是的。<对>嗯、那么这个十九号法案它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要是去赠与的话，呃，他还可以去保持他这个旧的这个地税吗？ 嗯，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呢，他是有一些限制的，对那个继承父母或祖父母的物业的人群是会有影响的。嗯，呃，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啊、呃，如果是父母是他们的自住房，儿女或孙儿女呢，他们继承后也要当做自住房使用。那房子转移后一年内呢，去呃申报。 呃、啊，资助豁免啊，当然有一些县呢，其实你不申报它也会有的啊。嗯，那我们现在就是举例说明一下说，说啊，有一些人啊，他这个房子啊，就是说呃、啊，给他儿女，但是呢，儿女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百分之百沿用的，那他的这个价钱其实是有一些啊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部分。 可能是需要可能更多的时间，我们来讲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耽误时间在这边啊。嗯。所以我觉得呃，如果有客人有些问题，他可以直接来问我。嗯。那这样的话呢，我会给一些呃更详细的答案。对，会来跟他具体来算一算，嗯、具体来看一、嗯、看、嗯、你的这套房子，如果要是继承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要是说直接你去换的话，又会省多少钱，对吧？对，其实呢，嗯、就是说如果呢，就是父母是自住房，儿。 女呢，她没有办法当成自住房，那就比较麻烦，那样就会触发啊重新估价就不很划算了，所以大家要引起注意啊，也要看自己的自身情况。对，如果是父母自住房，儿女也是自住房，那他可以用部分。 然后、啊、或者是全部，那这个就要看到时候他们的这个价钱啊，他、嗯、有会他有一个公式在那边哦，嗯，有公式，而且可能也会要借用一些工具，对吧？相关的一些这种计算类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嗯啊、有的有这样的工具，哇，这个就很非常专业了哈、啊，嗯、这个必须要是一对一的辅导才行。嗯、好的，那么那如果说到是这个十九号法案的话，呃，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哈、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您建议我们的父母去转移这个投资屋给他。 的儿女吗？呃，我自己不是很建议啊，因为这个，嗯、如果是把这个投资屋给儿女的话呢，那他就肯定会被重新估价。 那地税的话呢，其实跟买一个新的也差不多了，加州政府就有钱赚了。嗯，那因为今天的访谈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边呢，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就是建议啊，要转给儿女或孙儿女物业钱呢，请咨询您自己的会计师，呃，有时候还需要咨询律师。 呃，我认为专业的经济啊，知识储备量要是够的话呢，是可以给客人一些正确的指导的。但隔行如隔山，专业的事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没错。今天呢，我们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我们给大家呢来了解到了一个是非常呃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地产知识哈。嗯、那么这呢是也是一直以来，其实 Vicky 呢一直所期望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多为大家。 家去介绍、去普及一些相关的地产知识，那么希望呢，能够在你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尽他的所能。呃，所以说呢，如果您近期有这方面的打算，或者是正在处在这样一个买房卖房的阶段呢，都可以来添加他的联系方式。相信呢，他会给您提供一个非常专业、非常良心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的，再次感谢 VK 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啊谢谢 同时呢，谢谢嗯，同时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关注，我是芳芳，下期节目我们依然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